帕金森病的进行妊娠疝呢，主要是表现在以下方面：约70%的患者以震颤为首发症状，多始于呢一侧上肢远端，静止时呢出现或者明显，随意运动时呢这个症状还减轻或者停止。在那个精神紧张时呢，震颤呢可能还加剧，往往在入睡后呢这种震颤还消失。手部的静止震颤在行走时呢，可能会加重，典型的表现呢就是频繁的那种错儿样震颤，频率呢在每分钟4到6赫兹。部分患者，可合并姿势性震颤。患者典型的主诉是，我的一只手经常呢抖动，越是放着不动，它越抖得厉害。干活拿东西的时候呢，反而还不抖了。遇到生人呢或情绪紧张。